国际实践当中已经有关于民用航空器的相关国际法规范，美方不顾国际法和国际惯例，过度反应滥用武力击落中方民用无人飞艇。美方的气球还多次未经中方批准非法飞越中国领空。美方没有资格谈论什么建立全球共同规范，而是应当切实遵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。 Thanks for watching our YouTube channel. Follow today's top stories and breaking news by downloading the NBC News app.